人直接从那车子窗户玻璃碎了，然后飞出去，两个人都摔死了。有安全带记得啊。有安全带记住，他们就飞不出去了。他爸爸系了安全带，他爸爸活了啦，一点事都没有了。嗯，所以叫他们把安全带系着了。造成此次事故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司机在驾车时注意力没有集中，但与前方发生紧急情况时候没有采取必要安全措施。所幸的是这次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，损失也不大，但是我们要对视频中的妈妈的安全意识给予点赞。你在这里最现实。